次。好了，我们要进入小游戏了。我受不了你这样撩我，耶、！要干嘛？怎么玩？我们让两位女主持人，然后去撩来宾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个一个来。怀浩，你先。好。对，如果你觉得谁撩得好，你就选那一位。OK， 好不好？那请上吧，主持人们。加油！耶、小安先吧，你先，小安先啦，你先啦，我害羞了。你后面比较有压力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先，那我先。我怎么觉得我的压力？那我可以到他旁边吗？可以。请开始。我想问你，晴天跟雨天，你喜欢哪一天？晴天。你喜欢晴天？我喜欢有你在的每一天。嗯，害羞了 ，OK， 哎呦，我小安脸红了，你自己害羞什么啦？讲完自己害羞。好，换，好险今天，好险今天有上妆，让我脸超红了，害羞。对吗？好 ，OK， 怀浩，我可以看你的腹肌吗？认真。嗯，麻烦你了。OK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多讲了一个副字。啊，对不起。啊，尴尬，好尴尬。哎呦，害羞。腹肌，我要看你腹肌。我懂了，多说了一个腹字。哦，你想看？他想看的是鸡。对，他想看的是鸡。好。好嗨哦！好，我们要伸手了。OK。他不知道再一次吗？没有。要再一次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所以那个就是刚刚的笑话。OK， 好啊。不是在聊你，不要，那是个笑话。你真是个笑话。哎，还不简单？真的假的？谢谢。我再解释一下，其实因为他我真的完全没有猜到他的那个梗是往这个方向走的。因为他的笑话是一瞬间我就懂了，就是那个晴天跟雨天，然后我就说哦，哎呦这个很酷，然后他是我还要去想很久，然后还懂他的梗在哪里，对，我觉得在国外长大喜欢比较，我觉得两个都很有创作，哇，很有创意和创作，来，陈八，下一位，还没有回去，你们不用回来，还有下一位，还有。我的冒汗，换你先，那我先吗？好、哦，我试试。我们刚吵完架哎。对啊。那个陈邦，你会什么呢？我会什么？哦，舞蹈。哦，你会舞蹈。那你知道我会什么吗？你也会舞蹈。我会喜欢你。鸡皮疙瘩，为什么？好，哎呦，太 real 了，太 real 了，我很怕哎。陈邦，你要不要跟我玩圣诞交换礼物？好啊。那现在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。山上樵夫。山上樵夫，哇，哎，还打广告。是你的，是我的。哇，选了，这样子，哇，我们乱了，我们乱了，好，换一样一个，好。陈班，我可以跟你去买可乐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买可乐 ，make love。你们怎么都不行啊！选择，我来，哇，真的是我看不下去。你真的很受欢迎，男生女生你都是喜。你平常有在健身对不对？那我们都是男生。我跟你比毅力。好。我加毅力。回来，你回来好了，你还是回来好了。没事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所以四位手是四位，不好意思。好。哎哎哎！哇，这样
是我哎、欸，原来你喜欢这种，对，我喜欢很台台台的，我台台是我尬毅力，就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的意思，对，尬毅力，尬毅力，尬毅力 ，OK OK OK， 啊，吓到了，吓死了，喝可乐，没玩下走了，算了。